喜欢这款软件，它可以将我想说的话记录到未来。您只需要轻轻点一下鼠标，就可以与亲朋好友在未来互动。请将这份心意传达下去。在世界上呢，有25亿人在使用智能手机。那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储存这些信息呢？请浏览 bmcoin.io。